要能给我吗？你要是喜欢，就归你了。不过你不能拿它打架去。不会的，于白莲，嗯，你给我来一段吧。你还有这心思啊？你快点，我想听。不过你也穿上军装。我发现你真事儿。 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我把你的伤口弄疼了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。我突然觉得我特卑鄙。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假正经了？可能是我假正经。 怎么了？我想我该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现在回家，你爸会说你的。你明天得回医院呢，我不能在你家这么刷着野呀。没事的，我会偷着回来看你的。我不能再让你影响你了，或许我明天就当兵走了。你这样。 哪儿也去不了的。你放心吧，没事儿。你不许再找他们打架啊！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呀？